家好，全面推广软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但是我在这个软件上第一次听到的歌曲是顾嘉玲老师的歌曲，她的声音非常的好听，我也是她的粉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用我的小提琴来和她 PK 一下，表示对她的感谢。